剧难忘的应该就是，哎，当忽然间结了婚，哎，当看了那个孩子爱情的结晶出来，哎，哇，那种感觉应该是永生都难忘吧。有一次我记得是晚上，我们家是玻璃嘛，然后要进房门的时候，我撞上去，后来他就讲一句，如果变丑了，我还是会娶你，没人要我要。在冷战的时候。